先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来，咱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哦。当以色列人因安尼登去中间圣殿，这么欢喜啊，终于起好啊，起好啊，马上呢献祭。因为以前献祭只不过用一个祭坛，还佫无建造圣殿，即摆圣殿起好啊，当然都要隆重啦，哦，一个献堂典礼就对啦，哦，献祭惊死人嘞，献祭是吼献牛。一百只，哦，一百只，然后呢，羊两百只，小只羊羊羔，吼、哦，咱即嘛是乳猪咧，吼、哦，因唔是，因为因认为讲底下是食这个杂食的，种底下啥物拢食，较无清气，所以一些的人献侪拢献羊啦，吼、哦，献羊，小只羊哦，乳羊哦，羊羔哦，四百只，哦，啊，然后佫照着一些的当中十二个支派，啊，献十二只牛吼、哦、来赎罪啊。啊、所以呢，规个来恢复因以前古约时代啊敬拜上帝、上帝所吩咐的这个方式，用这个方式呢开始来敬拜上帝的心情，甲以前拢无同款啊，做同款的代志，完全无同款的心情，即嘛是非常的珍惜。讲啊，阮会当过来敬拜上帝，实在有够福气。较早咧，现在叫做人在福中不知福啦。以前真福气，上帝真保守，迄、那个平安无感觉啦。啊，都爱经过患难，经过艰苦，才会通听受。讲起来，这就是人生大家共通的所在啊。后来，当咱咧献祭时，唔是跟他讲恢复这个宗教仪式尔。上帝不但差遣仆人帮助因来建造硬体的圣殿，来建造因需要献祭的方式。上帝也另外差遣一位文士，就是帮助以色列人爱过来拜上帝的话啊。因为因迄阵拢已经无家己的信仰，哦，无家己的限制，因为已经真久啊嘛，已经国家灭亡，已经迄阵就七十年去啊吼，啊，佮再加上建造圣殿，这么侪年以来，所以因的这么新的一批人，并唔是真清楚啊，圣经内面所记载摩西的法律。虽然以前犹大有立任，完了有真好的王，有带来宗教的复兴。但是呢，迄拢是一时的尔。一段时间过了，什么摩西律法忘得一干二净，拢总放下袂记哩啊。所以呢，即马圣殿恢复啊，安尼还阁无够，爱因就爱恢复因对上帝的话语，恢复上帝和摩西的应允。所以呢，上帝呢真奇妙，兴起一名新的人，哦，来建造。所以一个教会建造爱真济方面啦，除了服侍人以外。也就爱有人伫真理上正清楚，无？这个人什么人？叫做以斯拉，唔是库斯拉吼，迄库斯拉是怪兽哦，吼、哦。这个人叫做以斯拉，这个人呢，伊就登去在这个以色列民中间呢，伊就甲因讲，讲咱就爱咧恢复真正的信仰，所以用上帝的话语开始来甲因教导，开始互因了解上帝的话。啊，那无以前大家敢那信主尔，敢那信主尔，哪有够？你一个人信了后。会当去拜无？未当去拜。啊，我若发生什么代志，要安怎处理？哦，啊，有足侪足侪爱学习的啊。我若甲人冤家，要安怎？我若甲人三告，啊，上法庭，啊，到底这个圣经的原则是啥物？这拢爱教育呢。所以犹太人是自细汉就读圣经的话语，就是要将这个圣经上帝要叫因过的生活，爱刻在因的心中。所以迄个时阵兴起了一位文书，就来帮助因，福音呢愿意好好来读上帝的话语，安尼叫做宗教福音。但是这个福音敢有真久？无真久，因为等耶稣的时代，等到耶稣来时，将耶稣定的十字架是啥物人？就是这种人，就是宗教团体的这个领袖，就是一挂祭司，就是一挂文书，一挂圣经真实的人。因将耶稣定在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因所读的不过就是法律，法律拢是律法啊。什么代志会当做，什么代志袂当做？哦，安息日应该安怎安怎安怎？因是有遵守啊，但是问题因所遵守的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文字，因并无真正遵守着文字背后迄个精神。后来所以可见。咱人类是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上帝讲出伊的命令，咱人唔听，佫再来人吃苦，开始听，但是敢若听表面，一直到耶稣的时代，
一直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耶稣说你跟他遵守表面没错、哦、你是要遵守那个精神。你说我不会啦，我没法度啦，太深了啦。耶稣说没关系，圣神会来帮助你。所以今天兄弟姐妹，我们的时代叫做圣神的时代，圣灵的时代，就是说上帝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感动，让我们不是跟他遵守这个文字上的啊，那无你若讲伊咱即摆要信的圣经啦，等于摩西会拜托的，恁家都爱饲羊呢，啊，你着早暗拢都爱献祭呢，迄偌麻烦你敢知？啊，都爱遵守足济足济即个仪式，足济以色列人的即个法律。但是咱即摆拢唔免啦，为啥物唔免？因为耶稣讲以色列人遵守的只是字面上、表面上尔，安尼也阁无够，爱真正对心中。那个对心中的遵守都要上帝来给我们帮忙，要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样才有法度。所以这个整个信仰的救恩是一步一步一步让我们人慢慢慢慢来认识的。所以一个人你说、啊、我现在要来接受这个信仰，那不可能说三当五当我对这个信仰完全了解，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人接受这个信仰，你说三个月五个月哇变成热心，每天都来聚会，每天来做礼拜，每天读圣经，这样就会改变了？没了，那个改变是一个长期的。所以我在看一般一个信徒那真正你的个性要改变，真正都一世人的啦，一生的啦、啊、你如果较用心的人，可能时间会当较短，就有较大的改变、啊、有的人信仰，如果较凊彩的人，有时候他一世人改变才一点点而已。所以信仰的目的不是叫人说日后在写资料的时候宗教，以前写佛教、道教，现在写基督教，不是这样啦。宗教信仰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在填资料的时候改变我们的信仰的告别，这样而已，不是。宗教真正的目的，上帝真正要叫我们做是生命整个改变，但是以色列人一直不明白这点。所以这点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是信基督教，不是信犹太教。以色列人复国对吧，他们信什么教？犹太教，就是他们现在还在遵守古约这些东西，因还活在过去古约的时代，他不知道上帝已经有恩典临到世间了，他不知道上帝为我们人定死在十字架，已经完全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了，这点他不知道。所以有人说、啊、我们到底信什么教？不是犹太教、啊、犹太教跟基督教不是一样？不一样。基督教里面有说到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是我们全人类的代表， 但是我们不是信犹太教。犹太教是犹太人在信的教，基督教是全世界所信的教，对对开始分开，对但以理。但以理那时候上帝会看到异象的时候，已经让他知道日后上帝要兴起一个国，这个国是赢过世间政治的国，这个国是超越这个种族、超越国家、超越知识、超越年纪、超越性别、超越文化，是超越这一切，是一个真夸真夸的一个国。所以我们现在所信的是基督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啊、犹太人到现在还在争议、啊、我们就是犹太人而已、哦、上帝要赐我给我们，所以这是很大一个差别、啊、所以很可惜呢，上帝透过文书、哦、以色列去帮他们协助，让他们恢复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但是呢，没上帝的灵来做工，没上帝的灵来感动，久了后怎么硬去了，怎么变作一种宗教仪式，怎么变作做是做一套，但是心中并不是真正是安尼。哦，迄安尼吃的物件明明都足爱吃，但是就讲啊，咱这宗教禁忌。哦，啊明明都足低个，啊因为宗教禁忌，所以唔敢。迄对上帝来讲，迄无卡做，迄无卡做，你的心也搁在想。所以耶稣对法律的看法，耶稣来就打破这些文书因以前对法律的这些教导。文书的教导是讲，啊，咱只要无甲人安怎，就是无安怎，安尼就是有遵守法律。耶稣讲，唔是喏，你若看到一个负心人，你就开始在乌白想，你的脑海中有一挂无圣洁的思想，安尼就袂使啊呢。所以耶稣是超过这个字面的意思，是将这个真正圣洁做甲更加彻底。啊，犹太人看无，犹太人看无，所以耶稣所讲的，犹太人讲，我原谅一个人。原谅七十个七百，安就请教啊！耶稣讲唔是呢，耶稣讲你若原谅别人，是人甲你献水皮，献你这边，你怎讲你才生气？啊，无我另外一边，我哪有你献？哪有可能？
咱若无了解人，讲你若甲你信这边，你就甲信那边，哦，安尼才会公平。但是耶稣讲一句话，真会真做足有名的话，哦，有人甲你信水配时，你另外一边有人在意信安尼。迄、那个意思不是讲话咱惊代志，迄、那个意思就是讲你原谅一个人，原谅到一种程度。意思就是讲你会当接纳伊的情绪，哦，意思讲你会当体会讲这个世间。解决之道不是以暴制暴，哦，不是用你的手去打别人，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后来所做的实在是比以色列人定期圣殿了那个宗教的福音也更加特别。所以耶稣来这是真正的福音，这点但以理知道。所以当但以理问说，啊，上帝，我的国家经过七十年是不是就福音了？天使来跟他说，不是七十年，是七十的七，一直到末后，有一位受割我者会起来，有一位上帝的羔羊，被杀的羊羔，以安尼来替赎世间人的罪，迄个阵才有真正的宗教复兴。所以，但以理虽然无了解历史安怎进行，但是但以理已经知影，并不是七十年以色列的问题就会当解决的。迄以色列人自摩西的时代到即马犯罪。这就是多久的时间，哪有可能说七十年就能够彻底对付，不可能啦，不可能啦，哦，那体质要改变，个性要改变，那往哪都要用很久的时间啦。所以上帝呢，就从后来，虽然他们复国，他们有法度去回去重建耶路撒冷，但是后来以色列人犹原继续流浪，流浪，流浪两千多年，上帝用这个两千多年来给抹掉，来给抹掉。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不但遵守这仪式，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对信仰有一个新的看法，他们所等的是上帝那个永远的那个国度，弥赛亚救主的临到，是犹太人现在很大一个渴望。所以这种的信仰的福音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国家灭亡，在他们重建圣殿的过程中间慢慢所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整个圣殿的复兴的过程，就是上帝透过真侪先知，透过真侪人安尼给因鼓励啦，啊，这就是圣经旧约有真大部分都是拢在讲这个部分的故事。所以咱常常讲以色列人啊，卖只热吼，伊若较顺服上帝吼，圣经加偌宝呢？吼，啊，公司拢无甲做啦，只大本吼，读也读无无要紧啦，留心慢慢啊，以后再去讲互你听啦，吼，来休困一下，等下了继续来进行以色列圣殿的重建。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来，咱讲到以色列人因安尼认罪悔改，来，我甲你讲，因认罪悔改有几项特色吼。头一项，这个以色列带因认罪，讲啊，咱过去吼实在是得罪上帝，咱是倒位唔对，你敢知？你讲会出来无？像咱咧教囝有无？拍囡仔，啊，你无乖，甲你拍，拍到哪甲问？你倒位唔对，你家己知无？爱甲问，无啊，无话囡仔，你卡拍卡不明不白，你家己唔对，还佫唔知？啊嘛，白红推的。所以这个以色列就问啊，讲哎，你是到底知影倒位唔对无？我带恁认罪，认啥物罪？头一个，咱未当甲这个唔是咱犹太人通婚嘛，哦，未当嘛，因为犹太人有家己的文化，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你甲人通婚，迄度甲你信仰无同款，你甲通婚的是代表啥物？代表你对你的信仰无坚定嘛？哦，代表你一个冒一个险嘛，所以伊就讲，恁呐有人犯这个错误的人，恁就爱来认罪。哇，结果足侪人都认罪了，认罪了。哦，我阿都贪着人水啊，人外邦早因啊水啊，啊水咱就甲娶咧。哦，拢无考虑到婚姻背后其他的心情的意义。哦，咱咧娶某唔是咧娶爽的呢，只话娶水好看的呢，娶一个某是负责传宗接代，也佫有这个意义底下嘛，都爱考虑啊。哦，婚姻不是这么简单，我爱你，你爱我，那两个人做朋友也可以，要一世人要做伙，那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有很多东西都要考虑，哦，所以这叫做现实，啊，所以他们说，这个以色列就跟他们说，你们要认罪，哦，你们并没有认真
要来执行上帝交代予咱迄个使命。吼、哦，咱并无家己分别正做成，所以认罪基督哇，足侪人就来认罪。过来呢，因就开始遵守这搬过节、逾越节啊，因为这个节日真重要。这个节日是上帝将以色列人对埃及带出来，对世界带出来，所以纪念讲咱无属于这个世界啊，无属于这个世界啊。上帝将咱带出来，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因又搁登去到伫外邦人的统治之下，所以即马当因对外邦回来时，就开始守这个搬过节、逾越节，就是讲应该上帝讲上帝啊，我要搁一摆对外族要搁倒回来。予你分别正做成，吼、哦，下面阮过去的这罪，吼、哦，阮是有分别的。当上帝咧处罚这个埃及人的时阵，只要你的门有抹灰的人，这个天灾对恁家怎搬过，怎 pass 过，吼、哦，跳过，所以这叫做逾越节，就是搬过节。迄、那个意思就是讲，吼，天灾甲恁家怎会跳过？就代表讲以色列人是上帝另外分出来，另外捡出来，捡做一堆的啦。所以以色列人当迄阵认罪，因过来遵守这个节日，因承认讲，因以前都是当因去带伫外邦的时，因已经未记哩讲，家己都是上帝所分别出来，这点呢，因做无到。所以咱今仔日有信主的人，这个信仰吼，咱这个信仰甲人都会无同，唔是跟人讲所拜的上帝无同呢，一个足大的无同，就是咱的确知影讲，咱是上帝所敬的。上帝特别选出来，所以咱甲一般的外邦人、甲一般世俗人做代志、做些物件，咱的确是无共款。迄、那个无共款，毋是咱咧假敖啦、假清高啦，吼、哦、啊假讲啊，咱外神圣啊，毋是迄个意思。是咧讲咱爱家己爱知，吼、哦，咱啊家己爱有一个是一个现实，讲啊，咱甲因是无共款的，吼、哦。上帝叫我就爱安尼，所以但以你先怎样特别得到上帝的欢喜。就是因为但伊哩知影家己是分别的，所以当伊用掠去的时，大家人拢足欢喜，讲有足些物件通食。但伊哩讲我无爱食，是我家己甘愿的，我家己甘愿唔食。哦，这么好的物件我无爱食，啊，这么好的饮料我无爱啉，我干那啉滚水就好，我干那食青菜就好，我家己要甘愿过这个困苦的生活，是但伊哩家己将家己呢来分别成做成。所以迄个时阵，文殊伊叔叻伊就开始来兴起一个宗教的复兴。不但是安尼，上帝啊，佫兴起另外一个人来协助，迄、那个人就是尼西米啦。啊，讲起来尼西米吼，这又佫一个伟大的人物吼、哦。因为迄个时阵，原本伊在巴比伦，伊服侍这个亚哈水鲁王啊、哦，啊，服侍伊的时阵服侍佮真好啊，服侍佮真好势吼、哦。啊，但是呢，想袂到，伊煞家己为着伊的这个故乡，为着伊的百姓信仰的光景。为着迄个信仰的光景，心中感觉非常的艰苦。有一日徛伫王的面头前，王讲：“啊，你今日心情奈这么歹？啊，你是破病吼，发烧、感冒还是煞死安尼？”尼西米讲：“无啦，无啦，我来想起我的百姓，想起我的国家犯的罪，想起我所过的生活，我就足伤心的啦。我想要回去看卖咧，我想要甲我的百姓做伙服侍上帝。”哦啊、但是呢，因为我要我的责任嘛，因为我即马食你的头颅，我即马服侍你，我嘛袂当凊彩一啦。所以呢，除非你稳准，啊那无吼，我袂当因为宗教的理由，我怎啊无尽我的义务？我跟你讲，这点吼是真侪咱基督徒爱学习的，唔是讲啊你有信你这个宗教，啊国家规定都爱纳税，你讲我基督教我拢奉献了上帝，我纳啥货税？我无咧纳税，唔是安尼呢？所以在新约的时人问耶稣讲：“耶稣，你有咧纳税无？吼、哦，你既然是阮的国民，你都爱纳税。”耶稣讲：“对啊，纳税这个代志是政治啊，吼、哦，那应该归乎政治的，归乎政府的还政府的，上帝还上帝，这分开、哦，分开。所以呢，耶稣怎叫这个彼得去钓鱼啊？钓鱼啊，钓起来讲，迄、那个鱼啊，嘴阿阿内面有钱，你提起纳税。”哦，这是新约故事里面一段，我那真趣味的一段。用安尼耶稣咧提到讲，纳税是咱一个人的责任。你看到尼西米嘛是安尼，吼、哦，所以尼西米伊嘛是讲，我今仔日我伫你的政府里面咧做工课，虽然我的国家未亡啊，但是呢，除非你要放我回去，也若无，我有我的责任，我有我现实生活中政治上的责任。
这是我必须要做到够。所以这点我们感觉对他很钦佩、哦、那个王听了也很感动啊。王说、哦、我是很重用你的、哦、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是很忠心的一个人、哦、对我们国家我们真有功劳啦、哦、真有功劳，所以呢，我去你可以回去。我跟你说1948年先转以色列可以复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出名犹太裔的一个化学家，化学家他对那个时候他也是国家灭亡嘛，他流亡去到英国、哦、他为英国来这个有两次很大的功劳，很大的功劳，对英国这个国家有贡献，所以英国的女王来召见他，问说你有什么愿望，他说我没什么愿望，我个人没什么，我愿望我的国家可以恢复这样而已。所以这个历史都在重演啦、哦、尼西米他是替人在做的，国家灭亡替人在做的，但是他有完成中。所以后来你看到后来这个化学家怎么做以色列的头一任的总理，他也是在英国人统治之下，但是呢他也是认真做工，他也是忠心，上帝透过这样让以色列复国、哦、所以上帝掌管一切就对了、哦、来精彩的故事要继续会在后一集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就是遥遥无期啊，遥遥无期啊，可怜犹太人回到故乡的日子遥遥无期咯，悲哀啊，悲哀啊，悲哀，遥遥无期啊，遥遥无期，有影吼啊，这个子贺是代表一种思念啊。今天我大老三甲小老三两个人相相炸着一只子贺呢，咱替以色列人来默哀三分钟，无啦，是咧讲以色列人吼、哦，真正因为重建圣殿的这条路吼、哦，实在太遥远了，远到一个程度，连伊家己嘛唔知影要去个当时，你敢知？对这你有啥物款的感触咧？这个情形让我想起到真出名，一个专门咧写故事的人，老三你捌听过？伊索寓言无？当然捌啦、啊，伊索寓言啊，足出名啊，写真侪动物的故事啊。哎、欸，你拜托诶，伊索寓言的作者甲咱即卖咧讲犹太人有啥物关系？人也有关系啦，我甲你讲，我一处有一个人甲问路，问讲这位先生，我要去某某所在，唔知爱行偌久，伊甲应讲。你行、啊，伊讲无啦，我是甲你问讲，我行偌久啦？伊伊所跟那个因讲，啊你行、啊，这个人想讲我们那拄着笑的样，咱甲问路问讲要行偌久，跟那一直跟那因讲叫咱行，叫咱行，啊莫非真正他甲歹去样？哎、欸，我要是听无呢，小老三啊。你即马咧讲话，我感觉我那像笑的同款，我完全听无你咧讲啥。迄个我想起一摆，迄个神经病医生问一个即个神经病人啊，吼、哦，怎啊甲问咧？问讲你有啥物病？迄、那个病人讲我是一只猫。迄、那个医生怎啊问讲？吼、哦，啊你做一只猫偌久啊？迄、那个病人讲对我细只猫开始我就是一只猫，我哩咧。吼、哦、啊，即个问话是啥物混淆呀？你即马咧卡讲，我若感觉甲你拢讲无啥会通。我即马是咧讲，以色列人要登去圣殿是足久的。你甲我讲啥物以所欲言，人咧甲问路，我完全听无。听无说，当然嘛听无。后来即个人想讲，我拄着痟的款，怎无爱插伊？怎向前行？一日行落去的时阵，迄、那个以所伫后面甲话讲，两点钟。哈？两点钟？这个人行了，伊所甲讲两点钟，我也是无啥了解。啊，你哪会这样讲啊？原来这个伊所伊是个聪明人啦、啊，伊都爱看这个人的脚程差不多行偌紧，唔只知影讲伊爱行偌久，所以甲讲你行，啊你行，你无行，我哪知影讲你爱行偌久咧？哦，是安尼哦。哎、欸，这个逻辑的思想跟咱哪像无同款呢？咱来问咯，问讲啊，对这机啊遐偌久，咱来应讲差不多半点钟40分。哎、欸，咱从来唔捌思考讲行路行偌久吼。
是因为即卖人拢坐车啦。你若以前行路卡丁，行紧行慢，哦，差介济啊，差会当到一倍两倍时间啦。你平平讲行路，老三我问你，你敢惊原住民的紧呢？哦，我唔敢甲原住民比，真正，迄原住民咧行路偌紧呢？嚯、哦，因咧体力足好呀、啊，迄平平爬山就好啦。咱爬去吼，爬到一半人已经爬去都倒转来啊，迄有影，迄脚程有差。是啊，所以呢，当人甲你问路时，你爱看，脚程若紧，会当讲一点钟。可能若慢者，可能要两点钟，所以莫将这个伊索当作笑的。原来伊才是聪明的人啊！嗯，真有道理。安尼可见吼，人这种写小说的人吼，伊的这个思考吼，实在比咱较幼呢，比咱较深呢。哦，伊的观察吼，比咱较幼。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吼，要起圣殿要起偌久呢？我想吼，这都要看伊偌认真。啊，起偌紧，是不是安尼？对啦，安尼你想有啊吼，安尼了解圣殿的故事，会记哩，明仔再继续收看圣殿的重建咯。拜拜，拜拜，拜拜，真有道理呢吼，爱看一人做代志的态度啦，无唔对，无唔对，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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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